严宝的富家少爷王昭山失踪了后，伊的尸体伫刁凤江妈祖娘娘的指示之下，伫溪边找到。另外一名被害人吴秋菊的尸体也被发现。经过审判，确定这件命案是因为吴大海来看到伊的家后吴秋菊，甲王昭山偷来暗器，一时生气，才将因两个人害死。潘顺生为着要夺王家的财产，就逼玉环。骗王夫人讲伊有焦山的骨灵，刷落来就安排焦山的这神子来带玉环入王家。孙成阁叫玉环爱伫饭菜内面暗中下毒，好加再惯性去调皇宫向妈祖娘娘求灵符，才解救王秀的性命。王夫人为着要感谢惯性，来答应玉环甲惯性的婚事。也毋过孙成知影王夫人已经答应惯性甲玉环的婚事了。为着要防止惯性来迫害伊的计划，伊就去到家楼内面找吴大海，爱吴大海加起动，冒充妈祖娘娘降价，也顺性也将假血衣藏伫惯性的厝内，不让人认为惯性这是害死王昭山甲秋菊的真正凶手。我弄的啦，我是我弄的啦，大人啦，我是我弄的啦，大人，吵啥物吵啦？佮吵我着较好看。要安怎嘞？要安怎做？大人才会相信我是无辜的嘞？我会想办法证明家己是清白的。啊，不过要安怎样证明家己是清白的？除非我知影真正的用手，真正的用手。你真啰嗦呢，还佫有甚物代志啊？无啦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要甲你借香炉，还佫有纸甲笔啦。香炉、纸甲笔。心情一定要静下来，我要冷静，我要冷静。死济少，地主确实是让人冤枉。恳求妈祖娘娘，让我知影，但是秋菊、焦山的凶手是甚物人？大海上够可恶啦！长成这么水，这么古锥的姑娘啊，也怕下落手。我今要你听话，乖听，好好听哩，我笑你。秋山少爷，
你实在对我够好，永不。哎呦，别叫我少爷，安尼我气骨。小三弟，啊！小三少爷，阿恁两个代志，那有一天叫个关小姐知影，是要安怎样？你插插伊，伊只不过是我的佚佗物尔，是干安怎？也不是你啊，嗯？王小三，我求求。
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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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
你该死！我为了情绪走出欺负的时候，你竟然在这里就把个查某乌白来，连查甫人，我这个是好命，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老爹跟你去死，你去死！我人都愿改死，先生，我讲话真实嘞。你不是爱甲树头做伙，我同你会做伙死。咱的查甫真正无好人，尤其是赵三啊，亲像菜花香。既然伊无爱这落翁，伊要追求一份真感情嘛无希望，归去伊就消灭这种世间的大毒虫。要若手脚啊有翁，搁再讨客遐，这实在乎世间的查某拢总歹名声。要若留这两个臭贱人是要创啥？规矩拢送因去王师城，互因搁再投胎转世，看是毋是会较死正。陈冠胜，你逐遍拢讲你是冤枉的，是安怎？这遍你甲你相称讲你是杀人的凶手？因为赵三甲邱局的缘分，逐暝拢来到我哥哥店，好良心不安。
你甲王昭山甲邱局是冤仇是？要若无，你是安怎要害死王昭山甲邱局呢？大人，一个人深爱一个人的时阵，会甘愿为做任何的代志？我看到昭山甲邱局安尼胡白乱来，我替杨环生气，所以我就甲伊害死。你一定心内有感觉亏欠我，所以伊调向我求你，我得来我这是无，是啊，不是你讲啊？法官，我对不起，我不跟你讲对不起我，你害我伤天命啦，你害我伤。肃清，公堂上袂使乌白来，王秀，本官会给恁小弟一个交代，你先退下。等一下，任凡、陈冠祥听我。陈冠祥承认杀死王昭山、吴秋菊，罪恶之极，判你死刑。大人，冤枉！你对本官的判决有意见是？大人，陈冠祥绝对不是害死王昭山的凶手。伊无可能为了这种代志杀人，交代人命差，凶手明明明明是乌大汉。哎哎哎，你莫胡白讲哦！我莫胡白讲。陈冠祥已经承认讲，伊是杀人的凶手。你敢有证据通啊证明讲乌大汉是杀人的凶手？啊？启禀大人，我的儿女吼，因为伤心过度。可能精神上有错乱，伊讲的话，请大人唔当相信。你放心啦，大人一定会将事实公布。我无，大人，我讲的话拢是真的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大人，我讲拢是真的。陈冠祥，你还阁有啥物话要讲？找人无话头，我讲。敢求大人好点死！好，本官一定成全你。三天后处决。人犯押回大牢，乌大汉当场释放。多谢大人。铁龙，阿总，是。才会甲迄个陈啊冠生斗壳，想要甲我烧着王家的财产，你真正甲天笑大，我即马就予你知影，反背我的下场。你想看卖，卡输你的命，我来甲你挂尿币吧。你想，但那冠生敢搁会爱你？敢嘛搁会为着你甘愿去王家招？哈？我煞气又白气的，但那冠生已经是一个特别死的人了，以后不但无人疼。嘛，无人通甲你合作，所以我劝你乖乖啊，听我，好好啊，甲我合作。要若无，我会互你甲陈啊冠生同款，安那死的你都唔知影。冠南，
是你跳高伊无落伊，陷害伊的对无？对，无错。你真巧，伊也无，互你搁较巧，伊也无才了解救单仔关系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伫，我一定会替冠生伸冤。伸冤？你伫个公堂上讲，但啊冠生是冤枉。赵大人若要相信你，早就相信你，哪有可能等到今嘛？我要劝你，莫白费心机啊！你也是用一挂心思，好好想看要安怎让我快乐甲重要，啊？你们坐下，你们坐下，你们放我来，你放我来，你们放我来，放我来，玉环，对不起，我捌答应你，要帮助你脱离潘顺生的魔掌。是嘛？我就要保你的性命，我做袂到啦。我对不起。我对不起你。冠兄。玉环，你的面相哪会遐尔歹看？是不是潘顺生伊有讲？你莫黑白想，我无代志啦。我做几行啊，你爱食的菜，你紧食。战兄。玉环啊，是不是潘顺生伊有讲？我不爱你死，不爱你保护我。王乔三，干么求救？根本不是你害死的，你为什么要替王大海担罪？快，我敢是替王大海担罪。快，我知影你受着真多委屈，甲痛苦。才会安尼做，冠生，你玉环，你知影，既有破看，未当看到一挂代志，过去的代志，就让伊过去啊，莫阁去想伊。我只希望，到我死的时阵，这一切会当有一个结束。啊！若潘顺生欺负你的代志，事关你的命节，不经过你的同意，我是绝对袂讲出去。妈妈袂家己做主，替你过关。啊，不过我会劝你，你要勇敢地去面对潘顺生，让伊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袂用搁再伤害。今仔你的心中真矛盾，所以我袂逼你做任何决定。阿叔，我希望你来答应我，以后绝对袂用搁再伤害你家己，搁较袂用去伤害别人。阿那破碎声，就要替你公道，和王法去制裁伊。冠生，我唔通哭，我是心甘情愿为你死的。你若死，什么人要来爱我？
疼我，保护我。你放心，就算我死变作鬼，我也会保护你，不让潘顺雄来欺负你。阿哥，我已经对你这么歹，搁害这么多人，你想怎？那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啊。冠生，我一定会找潘顺雄，替你讨回公道，绝对袂让你去往伤心。家己一个人在这饮烧酒，敢袂伤虚味？冠生，你来啊！咱家己坐伫这足无聊呢，陪人饮酒啦。小查某，水到这款，竟然把我当作你的古剑呢？冠生。人做思念你的呢，你这久拢无来陪我，害我家己一个人伫遐饮酒，我唔管啦，即摆换你啊，行啦，换你啊啦。大兄，你饮吗？你饮吗？你饮吗？进来啊。你有什么新老师要交代？我会尽量给你完成。我干阿一个人，无什么通好交代。我祈求我身边的人拢会平安、健康。看你这款个性，我实在是心歹相信你会动手杀人。这其中到底是有什么温情？你若是要讲，你就坦一嘴。若无就想我。多谢波涛。我为什么要完成呢？好好啊，接不住你，把你的梦一块啊一块挂落来，替阮阿爸报仇，替我家己出一口气，替冠生讨公道。你莫吓惊我啦，我潘顺成不是用哈大汉，我讲哦，你想要怎个透气哦？安尼我也莫计较，啊若无吼，你我抓狂起来，
我让你死到这么难看。勇儿，你都想清楚嘞，太郎是白面哦，你慢慢来。我早就太过人啊，三万嘛要用抬头，给抬你一个，嘛无差。你真是太过人。安总，不相信是无？我不但太过人，而且要抬王昭山，干我手脚的时阵。我一日一日跟折磨，折磨到生不如死。即马蹲着你啊，伊要甲你千刀万剐见证，我要予你九拿八甲款，怎样会受痛苦？哎，你别冲啊！你别冲啊！哎。行行进前，搁你反口径，安尼未免伤慢。卡斯讲你也遐尼惊死，当时你就无需要杀人。行行。阿三爷，救我！救我！马祖爷，卡斯你若是救陈冠生，安尼是会触犯天条。就因为陈冠生关系到杨伯兰的心事，所以我就袂用按着让伊死。将军官押入大牢。是。这是什么天？哪会安尼生？到底是天公伯啊在受气，还是在欢喜？还是惯性根本就无主该死？这都爱看咱人的良知。嘛爱看这个官是安怎处理，人讲人咧做，天咧看。敢讲玉环真正是气派的心肝，
要若扩展惯性是要安怎？真正是无阴无端，火烧功德山。要若这个，就真正有影糊涂官。我若真了无胆，但一个也无情无义，关心为着我，都敢为我担罪啊！我是安怎唔敢出来认罪？目睭金金，我关心要用处置，我。什么呀？到底是什么呀？顾立功，你伫王昭山的背后偷偷甲陈冠祥通奸，你敢要认罪？大人，我甲冠祥两个人是清白的，阮无做出袂记人的代志。既然是清白的，那安尼恁两个是安怎要联手，还是王昭山甲吴秋菊呢？大人，人是我杀，甲冠祥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无啦，大人啊，人是我杀，甲杨环无关系啦。人是我杀，是我杀啦。是我，是我，大人。恁这两个人哦，吊到恁遐个要笑哭了个，来刁难大人的判官。大人，代志真正是我做，关心，伊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才安尼讲。请大人你千万，唔通叫潘顺祥甲你骗去。哼，本官本来对潘顺祥的话是半信半疑，严故，今麦听你讲对家己义父所讲的话。是一点仔感情都无，照潘顺祥讲法，伊因为知影讲你杀人的秘密，差一点仔就把你害死。陈冠生、陈玉环，恁两个共谋害死王昭山、吴秋菊，而且杀害潘顺祥未遂，人证物证，证据充分，罪当死刑。顺承不得手段，陈玉环虽电杀，王秀是非不分，吴大海更加冒充你的名义来陷害陈冠生，赵新同甲孙老虎办案落错，无问真相，玉地震怒，阿狗地区大水将近，我有看到各路的水神已经在做准备，
连人心不顾不敬，但究竟天良未泯，我就替盐埔百姓请命。马总理，千万不可！我要让盐埔居民有所防范。出战吗？你对我又有什么好温暖的心？玉环，你会恨我未？你若突然间安尼问，我破看，害你失去恁老爸，害你后婆顺承娶走，毁掉你的一生。其实这两天我嘛想足多，这若要怪，都怪我家己早头反抗。小气的精神，无咯，拢怪我啦，怪我无好好保护你。你已经为我做这尼啊多啊，怎么人会怪你？拢怪你糊涂官，竟然听破碎声音一面之词。玉环，其实会用甲你斗阵死，我是真欢喜呢。安尼，虽然咱袂用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啊！不过会用共年共月共日死啊，这是真正相爱人求嘛求无的福气呢。是的，拢是我害你的，是我害你的，害你白白丧失。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会用跟你斗阵死，我是真欢喜呢。啊！不过我起码唯一无法度放心的，是我看到异象。异象。你是讲看到什么异象？伊讲，我要给人抬头的时阵，我突然看到杨某做大水，就这样，我伫迷茫内底，佫看到迄个情形呢。伊那呢？你赶紧做这件代志，甲大家讲啊。无路用的啦。头摆哦，我若是讲出我八卦的代志，就会去害着别人的，谁人佫会相信我呢？而且我嘛惊讲，我佫讲出来，唔知会去害着甚物人，我唔知要安怎做才好呢。要不，咱舅妈祖娘娘甲咱开始，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会赐你这种能力，一定爱你为百姓加做一挂代志。妈祖娘娘，地主陈冠生看到做大水，是不是应当向大家警告，请妈祖娘娘指示。妈祖娘娘，天机不可料想。百姓死乎我顶，希望得甲庇佑，岂可辜负百姓？也不过再次触犯天条，恐惊玉帝当罚。生灵涂炭，我所不容。妈祖娘娘。妈祖娘娘，拜见妈祖娘娘。陈冠生，上天赋予异能，预知未来，望你这世助力。不过，大概我若是讲出来，可能会害着人。这世为人是一志啊。那呢？啊，靠！这个做大水是真实的哦。不错，这个大水是真意。那呢？啊，靠！百姓，你都害啊！人性贪婪、私心，不自觉中做了真多错事，造成不可饶恕的大罪。啊，我妈说你，上天有好心指点，刚刚连忙开一面。唯有克力的手段，展现慈悲的心肠，我愿意逆天而行。速速奉旨平安符，本省的乡民可以保平安，
希望乡民结案，医生可以痛改前非。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，多谢妈祖娘娘，多谢妈祖娘娘。冠兴，你打算要安怎做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希望伫咧大楼内底，要安怎样做这平安符咧？而且我嘛袂用放心，我一个人活。你免管我，你应该以大局为重，你莫管我。因为大家性命拢掌握在你的手中，陈大哥，陈大哥，陈大哥啊！三弟伯，是吵什么呀？我要记大人啊！我要记大人啊！记大人，你等在你心啦，讲记大人就记大人啊！陈大哥，我真正有重要代志要记大人，我求你，你跟我斗三工好不好？卖啰嗦啦，我要困啦。哎，陈大哥。崔大哥，有款啊！你在创啥啦？崔大哥，你来陪我。好啊好啊，我先来陪你。有款，有款。哎，我腿啊有留伫边啊看，你先去擦走。我先擦走。有款啊！我带你走。我是做游泳的，出去嘛难得一死。你别管我，你紧走，阿兰都袂赴啊。袂用的啦，我一定要带你走啦。你走，你紧走，你紧走，别管我，紧走。不会啦，要管。啊！走，紧走，阿兰无，我得。要管。走。好啦好啦，你要好保重啊。走。刘大人知影冠兴逃出家乐消息了后，是足生气，命令所有的衙赶紧追捕。呀！遐尔济天雨啊，拢袂好天，敢讲真正会做大水？唔知啊，药款即摆食着安怎？伊讲我甲伊医生会当挽救严波乡亲的性命，无论安怎样，我拢袂放你一个人孤单死。淹埔九十九年前一摆大水灾，就亲像这摆的海棠风台，嘛唔知是毋是妈祖叫伊来，要让阮拍这个淹水的戏，较逼真，搁较实在。也毋过害阮的外景车拢总淹伫个水内，吼，迄是规个外景队险险啊害。加在阮妈祖有得拜，才会当平安拢无代。也若淹埔人实在是有情阁有义，不管是淹水还是风台天，跟阮安尼撞来阁撞去，阿妈祖甲阮保庇，
让阮拢总平安无代志。所以我代表明氏，感谢你甲阮宽甲正舒适，实在是感恩多谢，谢谢你。平阳。大家给定情来，别惊吓！哎，老姐，别杀啦，我老姐啊！哎，来呀，将灯关上来去。伤感情呢，不离哥，我宽容大量，莫甲你计较。你吃钱讲什么笑话？人来啊！人来啊！你是拢走几多啦？阿七，叫嘛无太讲啦，你遐人顾性命都袂有啊，哪个乎你叫人？你是要做啥？我来你帮你。想要创啥？我无想要创啥，我敢那爱你王家的财产就出来给我，你就平安无事啊。你要来做梦啊？亲家哥啊，你嘛莫遮当真。啊，恁王家的产业遮尼多，我敢那要求一个房地契安尼，所有金银财宝你会使留咧家己用嘛？我跟你讲，你别少想啦。别替我，别替我，这好啦，我替好你啦。天良未泯，小心可否施救？
有偌济人？99人。好，你为99人签名。灵寿99年，天上落月之灾。灵异一记99年的落月灾，判处99条的命令。小心观念，海水灾过后，小心赴天庭受罚。水过了后，冠星将平安符送回调皇宫，再三答谢妈祖娘娘，解救全庄头人的性命，又来离开。虽然庄民感激冠星的这个相救，再三要求冠星饶了，也不过失去玉环的冠星，伊的心肝内是足痛苦。因此，冠星决定，你用伊后半世人，拢陪伴在玉环的梦阿边。我来看你啊！你知道吗？我来看你啊！我看。阿狗所有的百姓，恢复较早的生活。调皇宫的妈祖娘娘，为了延保99条的人命，愿意受99年天庭的落月之灾，真正是慈悲无限，主人敬爱。盐埔调皇宫的妈祖娘娘神迹显现，到即马依然有真侪信徒愿意前往调皇宫求平安符。听讲平安符不但会当保平安，而且阁会当解迷惑求福。各位师长兼话题的好朋友，咱这个完结篇你有满意无？你是不是感觉讲这个玉环真正真歹命吼？连最后你看。啊！怎去予海龙王请去做查某囝？所以说吼，人讲这台湾人吼真正歹命，搁认命。你着像即摆，咱一个月内底撞到3个台风啦，也毋过亲像咱有即种堵风挡雨的精神，我感觉台湾未来真的是会真用着啦吼。诶，阿祖伫个顶礼拜吼有讲到咱即个调皇宫的妈祖吼厝顶破去。啊，这个壁嘛咧老啊，所以足侪咱这个善心大德吼，咱跩活菩萨都一直甲阿祖就讲来哦，咱来去甲妈祖补壁啊，念厝顶。吼、哦，我是听咧足甘心的啦。啊，不过阿祖吼，唔知这要安怎做，我甲你报一个啦。阮的服务专线，你再问阮公司吼，来电话直接，这是25466760。
除了讲啊，咱要来去朝皇宫，甲这个妈祖高处顶保庇的代志哦。有啥物疑问，或者是讲有啥物故事啦，或者俗语要甲阿祖提供，你嘛用个卡来甲阿祖讲哦。咱节目最后要来感谢这一集的赞助单位，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咱屏东盐埔咱的朝皇宫管理委员会，咱在。足有用心的，咱遮啊委员会所有委员，也要感谢，这是咱一个真老实、真用心吼。这是主任委员陈建武，副主任委员是卢清辉。咱这个副主任委员哦，讲到妈祖代志哦，真正出钱出力，忠到要死，真正有心哦。也佫有，这是咱的前辈啊吼，财务委员，这是咱的。啊，郑伯荣，啊，阁有是委员吼，郑荣春、李正林，啊，阁有是我的好朋友吼，这是咱的立法委员陈秀卿立委，这回来扮演咱这个慈悲的妈祖，朝皇宫的妈祖，真正啊，甲伊人同款，足有慈悲心，阁再要感谢吼。当然是咱屏东萧家古厝，咱伫咧管理遮大姊，咱遮大姊足有心的。阮伫咧百余中间最多啊入来，啊无地通去食饭。感谢你照顾阮啊所有工作人员的腹肚，感恩咱遮啊萧家的遮大姐，谢谢你吼、哦。当然，要感谢实在是一大堆啦。也毋过阿祖若讲无对，是的啦。咱来看字无，安尼阮的这个主管才袂讲我讲太久咧，不好听啦吼、哦。当然，了要感谢吼，这是提供啊，定定给我水的，这是马路黄鸡卡档案的黄大哥，也搁感谢吼，这是专业彩妆何若儿，咱的张佳琪，搁要感谢，当然这是我的老巢吼，这是咱上山夏威夷婚纱广场礼服，咱的闵老板提供我的场地，当然也搁有妞妞为我造型，上盖感谢。这个就是陈姐陈玉华哦，今天为我打扮这个样子好看吗？她说今天这个衣服是比较旧一点，可是她的这个头发跟我弄得很劲爆，你喜欢吗？我还蛮喜欢的，谢谢我们陈玉华陈姐，是中跟我跳的个朋友，咱下集的台湾剧要做什么？哎呦，不告诉你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下一个戏也是在屏东，不过这个戏就是一个大戏。阮台湾既然投资的钱真正是阿伯啊找碗粿倒塌的，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个屏东哦土地公司全力支持，也是阮专心所做的一出大戏，唔通袂记得。下一礼拜精装好戏等着你哦，我们下个礼拜台湾奇案再见。